题。奶奶今年多少岁？六十岁。问几年之后奶奶的年龄是孙子的？3岁。好，做这道题哦。做这道题我们可以通过线段图来看一下。孙子是少的啊，就根据最后一句话换线段图。孙子我把它当作这么一份，就几年之后他的年龄是这么多一份。那么奶奶是他的几倍？3倍。因此奶奶就是几份？3份。对，一份、两份、三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几年之后奶奶比他多了几份？两份。因此这两份所对应的岁差是多少？不管多少年他们俩的岁差是永远对。因此岁差就是60+20=48岁，这是他的岁差。好，48所对应的就是多的这个两份吧，那么其中一份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就是48除以